我之前真的不知道阿姨生病了，我找了几个最好的乳腺外科。我妈挺好的，不用你操心了。那我也担心你，你还好吗？ 你的东西什么时候拿走？姐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 娜娜让我来帮她拿东西。娜娜说把这个留给你，做个纪念。 他还让我告诉你，不要意气用事，该坚持的事情还是得坚持。娜娜是不是特别不想见我？我不给她发微信，她都不来拿东西。不是你提的分手吗？哦，你是想借着拿东西再见一面是吧？你这个人也够拧巴的，他来不了是因为他回老家陪他妈去了。 他最近很累，也很辛苦，心情也不好。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娜娜家里出什么事了？大哥，刚才说有快递。娜娜，是我让叔叔打的电话，谢谢叔叔。等会儿，你跑到这儿来干嘛？你不接电话，我只能跑这儿来了。 你不是说分手吗？东西我已经让我姐给我搬走了。我当时说的那些话都是一时冲动，说完我就后悔了。那现在呢？是一时冲动吗？我现在特别清醒，我不想分手。你当时一声不吭就跟消失了一样，给我发个信息就让我搬走，你现在又跑过来说这些，我没时间陪你玩。不是，你现在可以不原谅我，但是我之前真的不知道阿姨生病了，我找了几个最好的乳腺外科。我妈挺好的，不用你操心了。那我也担心你，你还好吗？ 我好，我特别好，我现在就要去照顾我姥姥和我妈，我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儿，快点走吧。娜娜，车小心点开。 哎呀，孩子啊，你要记住了，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，不是要变成一个人，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，要学会包容，不要总试图啊去改变对方，懂吗？哎呦。 这是谁的电话呀？响了一上午我也不接。张小燕吧。<笑>哎呀，要想见就去见，想说什么就表白什么，别搁在心里头，别得慌，没事。 今天你妈就住我这儿，你放心，甭管了。踏踏实实去。行，我去。妈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我还给你弄水果呢。我一会儿回来吃。好。
你扶着我干什么？喝多了，你才喝多了。爸，我你喝多了，我扶着你。你干嘛呢？喝多了。干了。喝多了。我女儿啊，博士，智商随我的，厉害吧？谢谢，我送她回去就行。我手机呢？这儿的这儿的，我拿着呢。女儿了。啊，哦，走了。哎，别走。哎，我闺女漂亮不？漂亮啊，非常漂亮。漂亮哈。漂亮，走了啊。我女儿，我女儿长得随她妈，她妈以前是校花，追她的人可多了。走了，爸爸。你妈就偏偏喜欢我了。哈哈，你妈喜欢我。啊，对。我鞋呢？鞋？哎呦，来来来，啊，你靠着啊，坐这儿，我给你拿去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啊？我啊？啊？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啊？你是？喂，妈，你来上海了？爸也来了。我现在不在学校，而且今晚也回不去，妈，我先挂了。